someone you could not get my doubt.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so deep there's no way out? I wish I could explain your eyes and how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gives me butterflies. How your smile makes my heart skip a beat. How every time I'm with you I feel so complete.早安，早安。今天是我们环岛旅行的第五天，那我们今天要从高雄出发到屏东的车程。对。那你昨天睡得怎么样？昨天睡得很好啊。嗯。而且床也很大。我觉得很棒的是它的自行车友善的地方。早上我们还有地方可以量胎压、充气哈。对啊。嗯。棒。高雄的市容我觉得整个很不错，规划得很好，很漂亮，而且路都好大条。对啊，骑起来很舒服。嗯，那我们今天呢会从高雄出发，那等一下会在东港那边休息一下，吃个海鲜，还有吃个当地的小菜。那中午呢我们会到枋寮那边吃个午餐，然后下午呢我们就会出发前往车程了。那车程那边呢有一段很漂亮的海景的路线哦。那我们今天的路程是95公里，加上一些我们可能会绕去别的景点的地方，加起来的话可能会超过100公里。嗯，那我们今天继续加油吧。嗯，出发。好啊。看我的流汗。会累吗？是蛮累。所以说你在骑的时候啊，你要尽量让自己一直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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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维持你自己觉得舒服的，一直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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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你踩一踩之后停下来，再踩一踩，再停下来，再踩一踩会比较好。好，试试看。Ready， 屏东到了。可好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往枋寮路走，然后看看有什么吃的。好啊，那走。全部都是关门的哎，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这个人朝思暮想，想来这边吃黑尾鱼，带着胃药已经准备好了。哇，我们到这个东龙宫了，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个。看到了。你有听说上面全部都是用金子做的吗？这个王船在这边，他们在每年10月的时候会有烧王船的活动，就是要祈求大家的平安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离开东港前往枋寮了。湘勋，我的奇遇黑轮。今天11:30的屏东一点太阳都没有，然后风吹起来反而还会有一点凉，然后我们看前面的天空有一点黑，我们估计接下来几天可能都会碰到下雨，但希望呢，今天先不要碰到，拜托拜托。看到海了。对呀、啊。看到海了。快了。枋寮站到了。终于到了，我们现在到了枋寮车站。现在时间是12:34。只要坐火车在南部的时候，都会说终点站枋寮，就是这一站。哇，你看这里好美哦！坐在这里，后面就是海。那今天中午呢，我们来枋寮渔港这边吃中餐。那这间餐厅呢，它在 Google Map 上面没有位置，它原本的位置呢是在枋寮火车站斜对面，然后现在移到了枋寮渔港这边的第19号摊位。然后它这边有名的是古早味本藤，还有生鱼片。这古早味本藤是屏东人的小时候记忆的味道哦，非常少店家有在卖这个，我超担心我们来的时候找不到这一间的。太好了，那我们来点。And how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gives me butterflies. How you smile makes my heart. 我们在第二摊位买这个龙虾，超大只的，两只算我们多少钱？1500。So complete.
你看这鹅阿叔超大颗，超脆，超好吃。以前呢、啊，在割那个稻米，你是这样吗？嗯，摘。哦。他们以前收割稻米的时候，都会吃这种大烩饭。然后里面呢有贡丸，有青菜，有鱼，有樱花虾。笋子，嗯，这样一碗70块钱。你看这边呢，你看这边，好漂亮。好了，吃饱了，衣服都变紧了。下一站前往海豚湾 Seven 门市，出发。现在时间是2:45，然后我们预计40分钟之后会到海豚湾的 Seven 门市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就会经过要出发前往垦丁路上最美的海边了。不过现在天气不是很好，有一点点小小的飘雨了，下雨了，你要不要穿外套？还好，一点点毛毛雨。本来都芒果的故乡了，枋山。现在骑到了 Seven 的海豚湾门市了，然后很多骑脚踏车的都会在这边休息。露米，脚尖踩踏板，脚边都好凉哦。是不是超美的海边？我们每次去垦丁的时候都会经过这里，就觉得这边超美的哈，就知道来到垦丁了。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这边看到夕阳，也是超级美，很多人会来这边车速哦，因为可以用这个速度走这边很棒哦。对啊，以前开车都是快速就经过了，然后每次都想要停下来。看到台一线终点了，我的天哪，好不可思议哦。到垦丁了，我们之前都说到垦丁的交通费很贵，这次的交通费是0块钱，骑脚踏车。想不到有一天会从台北骑到垦丁哦。快到了，风很大。对啊，这就是这边有名的落山风了。而且你们下坡骑好快。我们比较胖。那这比赛我们比较胖。I wish I could explain your eyes and how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gives me butterflies。就是说，黑珍珠一斤130。是我一直很想要试试看，在到垦丁的这个路上的路边买水果吃，因为每次经过都是让路过，然后就在看路边在卖水果，好多种水果。这条路上有时候就会看到像是芒果啊，像是释迦，然后还有莲雾，是三种，非常常看到。还有凤梨，耶，买了水果，这样子200块。那我们现在呢没有前往垦丁，我们是往左边走，前往车城的方向。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是车城，今天到车城这边呢有一段上坡，那上坡上去之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终点了。就是我们要去的是头溪温泉那边。到了我们今天住的地方是清泉饭店了，就在前面。这饭真的很日式耶。对啊，在台湾难得可以看得到日式的温泉旅馆。对啊，而且外面好漂亮哦。好啦，恭喜你们骑车到日本了，超有日式风格的饭店吧，很像我们去住那个银川温泉，对不对？那边。好，现在时间呢是5:14，那我们总共骑了4小时25分钟。那你呢？这一次骑的里程数是93.38公里。今天。恭喜。今天骑全部。对，赞。等一下泡温泉。那你今天骑起来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我觉得前面没有景的时候骑起来就很无聊。对，时间过得非常慢，但后面到垦丁这一段实在太美了，时间就过得非常快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入住的就是这间清泉日式会馆。那这间呢是一个从日治时期就到现在的温泉饭店哦。这
这边是可以放脚踏车的地方，然后如果要充电的话，这边也有可以充电。然后在他们一楼是餐厅，然后有现在下午有点心还有晚餐，嗯，都可以跟柜台做预定。那我们现在刚骑到这边，所以休息下来吃个冰吧。这是我们点的冰跟茶。嗯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它有一个抹茶的冰淇淋在上面，然后还有玛奇团子、红豆，对，好 OK， 它在这时候叫团子，对的，好好吃的。运动完后的冰淇淋特别好吃，是不是？甜食真好吃啊！你这个沙哑后吃的冰淇淋特别好吃吧？我看，超好吃的。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不行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走到过来就是一个很日式风味的中庭，哇，真的好美哦！你看，好日式的感觉，超美的，感觉住那边是超棒的。你看，就这个走道就很像在走在日本的家里面，真的。然后穿着和服，跟那个袜子。夹脚袜子，对，我们的房子就是在一楼庭院的旁边。嗯，那我们这次住的这一间呢，是这个九州房型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它这里就有一个拉门，嗯，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把这里拉起来，然后前面这里有一个座位，你可以欣赏中庭的风景。这边一进来就有个榻榻米的味道。对啊，这地上就都是榻榻米做的，哎，真好日式哦。来看一下这边是什么，哇，这真的很日式哎，好像来到了银山温泉哦。哇，这床好大哦，还有温泉。你看从这个小门走进来，感觉不出来很，这个门超小的，对不对？嗯、然后它这个温泉还有两池哎，应该是温泉放冷池吧？嗯，对不对？可以放冷热池，这其实很大哎。对，很大，很不错。How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gives me butterflies. How your smile makes my heart skip a beat. Hey, 欢迎光临。今天吃什么？今天晚餐是寿喜烧。耶！你喜欢的寿喜烧？对。The twinkles in the night, you want the moon. 我点了寿喜牛。那这边晚餐呢，加饭加汤都是可以免费续加的哦。你吃不饱的话，就吃饭跟汤吧。哦，还有甜点呢。好啦，吃饱啦。那在四重溪这边呢，晚上其实大家就是泡泡汤啊，然后去四重溪公园那边走走。那你今天骑下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没有景的时候，觉得时间过得很慢。然后过了访寮之后呢，景就变得非常漂亮。然后那一段之后的时间就变得比较快了一点。哦，对，因为一开始工业区的时候就没有景，就觉得超无聊的。后来到屏东看到海，就觉得好开心哦。对，然后很多地方都可以拍拍照，然后时间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压力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明天呢会从车程去台东，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几个很漂亮的海边哦，但不确定明天天气怎么样，希望明天天气可以好一点。那我们明天呢有一个路段非常硬，它是叫做寿卡，听说是个骑单车的大魔王哦。嗯，好，那明天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多可怕。嗯，好，那就加油啦。好 ，OK， 明天见。嗯，拜拜。我等你有路线。又打动你了吗？看到我，他就是要拍我们俩很可怜，然后后面一群人在。没关系，我也就这。